哎呀，这水大嘞，真是不好走啊。车灯已经看不见了，路上都停了，公交车也不动了。他真的，他是真的感染了。这今天真实，你说。都是传染了。都不啥的干啥都不能。那边都遭淹了，一个浪似的，得慢点走。对，啥暴雨计时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中午，我出门吃了一顿饭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一个浪似的。我就是出来吃个饭，怎么还那边？
山那边路口，那边都走烟了，烟那么狠。我看那边都，我走过去了，我把车停这儿了，真绝。好，走回去了，走回去。啊！哥光着脚，嘴里喊着前面过不了。加马尼和九都路这个交叉口是个低洼的地势，但着实没想到会淹得这么狠，这又让我想到去年的郑州。安全到家，回来路上就看到很多119。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个什么情况？温馨提示。暴雨天不要轻易出门，不然回家的路很可能被淹。真行呀，这女的！哎呀，这女的真耍杂技了！哎呀，俩走这远，从哪边上去？哎呀，你看俩厉害不厉害？俺穿着拖鞋啊，俺穿着拖鞋。看有没有人没？看看车门能开开不能啊？喂，监控室，监控室，请看一下 EC D7H83，这个车通知一下车主，看是不是车主在车里头来，这个车已经淹了一半了。来师傅，来师傅。警察，你赶快赶紧去看看，我们已经进下去了了，全都已经下去了了。车里面现在没人，没人啊，好，看过了，没有人。你给他过来。被水淹了，然后你想想看吧，你打电话给之前没跟我说的。